家居装饰品的摆放核心在于创造落差和平衡，在变化中营造动感，在平衡中寻找稳定。当然在不同的场景下应用方法和技巧也是不尽相同的。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三种，有需要的可以点赞收藏下来。第一种，桌面装饰品，两个花瓶形态相似，高度相同，怎么做出动静相间的感觉来呢？我们可以挑选一只形态优美的枝条插在其中一个花瓶里面来创造落差，在高度空间制造一种延伸感，既含蓄又有张力。第二，茶几桌面，单独放一盆花太孤立，再放一本书呢又感觉反差太大了，空洞。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了做一种平衡感，就可以在另一侧放一个书本以及小的装饰品，这样摆放呢明显是克制中又不乏细节感。第三，玄关柜桌面，创造水平一高一低，利用花瓶来制造高的部分，可以适当夸大，选择是瓶身高度的2倍的花材来表达气场感，同时用横向书本的摆放来填补稳重感，小饰品的叠加摆放来渲染精致感，进而产生一种动静平衡。你学会了吗？关注有氧美学，让家变美不再难。